圆梦工厂创业大赛总决赛要开始了，掌声欢迎拿督邓彰庆 YB。MyStar 的创办人吴明大哥上台来为我们致辞。欢迎我们的雪州行政议员，我们的 YB 拿督邓彰庆上台来为我们致开幕词。水准跟以前比较起来是一定很大的不同，而且创意也很好，而且这些参赛者在讲台上的这种分享的能力跟技巧比以前更强了。我想沟通是十分重要的，他们基本上都有掌握了这一方面的能力。很开心能够成为这次决赛的评审，希望通过这次的比赛呢，能够发掘更有潜能的马来西亚初创企业公司。接下来呢，也要感谢所有的评审老师、导师们、明星导师团。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学长姐，感谢我们的所有的合作单位。今天的第一个奖项，最受欢迎的奖项，得奖的是 Bunny Day。2020第四届圆梦工厂创业大赛总决选的十强是 Mobile Mass iPad by Pets More。阿宗 Ketchup Food 梦想成功学 Make a Smile 秘书 Bunny Day Game 游戏化学习。在颁发全场总冠军之前呢，我们要非常感谢我们的 Alvin Bang 今年呢成为我们的这个协办单位。我们立刻来请出林奇勇先生 Director Enterprise Banking Alvin Bang for Heart。总冠军 MyPass Library， 恭喜 MyPass Library 大马首创宠物网络平台。 CC 圆梦工厂创业大赛，有了你们我们创业的路不孤单，有了你们我们才能在舞台上发光发热。谢谢圆梦工厂。那我觉得游戏化这个概念呢，其实在马来西亚呢并不是很普及啊，因为在教育上面呢我们很难看到游戏化的影子，但是在创业这个圈子里面，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游戏化的正在进行了，就好像这个圆梦工厂创业大赛就是一个很好游戏化的体验。那经过了那么久的时间，我们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，进入了十强。那也希望大家以后想看到宠物会想到我们 iPad by Pets More。所以我很高兴这次刚好进入十强，真的是非常感谢台前幕后所有的工作人员，还有所有的导师们的指导，还有我所有帮助过我还有鼓励我的人，谢谢你们。然后非常高兴的能够参加这一个圆梦工厂的创业大赛，在这几个月呢我们学到非常多的东西，我也非常感谢在这一路来帮助我们的这些导师们及这些评审，然后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团队在这一路来的支持。其实如果没有这个平台的话，这样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去到多远哦，因为每个人都有一点看不起物物交换的这个platform 这样子，想不到我们竟然这一次可以进得到十强。我也要谢谢支持我们的支持 Ketchup Food 的朋友，还有我们家人，还有我的团队，因为他们我才更努力，我才更有把握的去把这个东西做好。这次非常高兴得了十强，然后我觉得所有想要创业的朋友也应该来这个创业大赛来学习，然后你将会学到很多。
在你创业的过程中，你可能会在这里学到一些你从来没有看见的一些问题。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呢就觉得说，有梦想就要勇敢去追，不要放弃，因为只要你有力气去追你的梦想，就一定可以实现了。真的很谢谢圆梦广场这个平台，然后我们上了21堂课，也学了很多东西，也跟很多企业家一起交流，真的是很谢谢圆梦广场创业大赛，谢谢。很感谢主办单位呢，他们主办了这个圆梦广场创业大赛，给了我们上了21堂课，还有 TEDx 的这个培训，也很感谢我们的 Jeff 老师，我们入围了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如果你觉得你有很好的创业项目，第5届圆梦广场创业大赛等你来参加。